温馨。哎呦，帮他比麦。哎，不好意思哦，那个我们可能如果布丁帮忙比麦是要收费的哦。这个没有在 sales key 里面。为什么今天约在基隆的目的吧？就是我可以睡晚一点。Wait a minute， 那、啊、你为什么今天拿板板？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任务啦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今天我们就是要挑战基隆，看能不能走到哪都能吃。然后基隆这些路，忠孝仁爱、心意和平，把这些路段上的美食都吃完。然后如果今天完成一道的话呢？献出你的热情。给他一个棒棒。给他一个吻。如果好吃的话，就可能很大个、很大一个吻。好了，那你们觉得你们到哪里可以？我都长这样了，站立应该要好一点吧？我加油。我都没有吃东西，就准备来这里开始。我也是，我早餐都没吃，因为宵夜就开始不吃了。那第一个要吃什么呢？要吃什么？请你吃。哦，对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今天很中意，今天很中意。哎、欸，那我们第一个吃什么呢？请揭晓。秋末 Q Milk Coffee。好长哦。Coffee and juice for 炙烧吐司。非常的长。在中二路。Rock 他非常推荐的一家店。你有去吃过呀？哦，对啊。他跟我讲三次。好，走。Go。快要到了，是不是那间？对啊，哦，我在IG上没有看到这个。对，然后在那边拍照。耶，吃早餐了。怎么样？这间店很不错哎，虽然说小小的，可是它其实都是那种网美适合拍照的地方。对，而且它有个超级大窗户，对啊，很舒服，直接进来就是被人家观看。很chill啦，这种小阳台的感觉。它就是一个不合适的饮料店。哎、欸，那我每天早餐要吃这种，这么高级，这么 happy， 真的日式料理。阿嬷烧肉蛋哎，哇，整个爆出来，第一间就吃这么。有。今天的东西可能都会挑战你的嘴巴哦。什么意思？好吃。嗯，什么意思？感觉肉很嫩哎。对不对？嗯，而且上面那个美乃滋啊，它是有用炙烧过的，很像我们那次沙西米上面那种鲑鱼上面的那个炙烧，稍微烤，好香哦！哎、欸，你们在吃的时候不要忘记今天的计划是什么？是什么？那你们现在吃到第一个钟，对，所以说你们不能吃太饱，差不多不像我们就下班了，超烂，永远太烂了，永远闯关不了。第二个是美式培根蛋，美式培根蛋，你看它用的就很像那个热狗一样，还有番茄酱。哦，你整个挤出来了，哎呦！轻而易举。面包虽然厚，可是好软好香哦。对，这个美式的里面还有那个花生酱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好香的！我现在嘴巴是不是有东西？有哎！会不会吃到花生酱哦？哇哦，双关了 ，John！ 我嘴巴上是不是有东西？从头到尾就只有你们三个一直吃，一直吃。我在旁边搭腔，然后他没吃。我们帮忙切一条线，我们。我觉得它放了那个蛋之后，真的增加很多那个滑润感，所以一点都不会干干。对啊，它的那个蛋是 creamy 的，是奶油状的那种感觉，所以 creamy 的 creamy 哇，你要读字典了。咬完然后说很 creamy 这样。我们后面我们要去哪？我们拿出牌子好了。好啊，看一下，我们下一间店，我们直接在这边揭晓了啦。尼尔先生在孝山路。哎呦哎呦，这上面白住了哦。YLS 哦 ，YSL，YLS 是什么号码 ？YXL 啊，没了没了，哎呦啊，公斤几啊？哦，好漂亮啊！他亲的时候还这样，到了。炒面热狗包，它整个炒面给人家丢下去呢，喝一口塞是不是？撑不住了，不行了，哇！来了哦 ，Oh my， 好不？这么笨蛋啊！哎呦，这不好
好脆哦，炒面很够味，而且它的那个是有一点点微微的辣辣的感觉，更刺激你的味蕾，所以整个是口味炸开，很好吃哦。而且分量很重，对，很重，好有分量哦，很久没吃。什么意思？哇，喂，它那个是表皮脆脆的那种偏德式的，对，好好吃哦。哎，那中午你吃下去有很 creamy 吗？这个不是 creamy， 什么 creamy？ 你告诉我。crispy。哎 ，crispy， 每一个都有一个英文单词。起司嫩，起司牛嫩煎嫩口堡下去。哇，好爽啊！这是一次满足哎，我觉得爱吃肉的人必点这一道。我最近看网络介绍，就是老板其实是从摆摊开始卖，然后卖到就是开店，所以他试过很多口味。好，这个我也觉得很可以，而且我们完成了，所以要来一个。哇！耶！比上面的大一点点，对，要更宽了，因为这就代表那个嘴唇的厚度。哇，你的嘴唇还有巧思哎！好了，那我们下一间呢？下一间要吃什么？我们要去人，人在哪里？要吃什么？基隆庙口夜市卤排骨饭。所以今天不是说不吃基隆夜市吗？这一家是我私人推荐。大麦就是比较大间的麦当劳，小麦就比较小间的麦当劳。对，我们都是用地标去记，一二三四五家，哎，还有五家，这才刚开始。欢迎大家copy这个行程。夜市，夜市，夜市，夜市。来来，这个就是我平常真的午餐或晚餐会吃的排骨饭。排骨饭，它卤汁有带一点咖喱，所以会黄黄。欸，我之前来庙口夜市，我完全没有想到吃这个哎，因为这家真的就是当代地人也会吃的，哦，真的很好咬，哇，这好入味哦，它里面有嫩到不行，然后香料非常入味，而且因为它下面有那个酸菜，它配上去的话就是那种姜丁啊姜丁的感觉，然后你一定要加点那个卤蛋，很好吃，这个我好喜欢。是好好吃，我们是卤排骨饭的，这件好值得推荐哦，家妹妹好厉害哦，21号，21号，开始有点羡慕起基隆人哎，真的耶，吃东西都很近，对啊，这个嫩，感觉很 juicy 哦，它不会因为卤太久，感觉会很柴，怎么样？我没有化妆，真的很好吃。它的那个肉汁里面煮在里面，它因为它的皮真的炸得太酥了，所以它把那个咖喱的酱全部都吃进去，对，一口酱加上那个鸡肉的肉汁，超鲜美，小胡天蓝呐，小胡天蓝，这个大家，大家好会见哦，再见，21号，这真的很值得来，很值得来，是不是整个想亲下去？真的，我来了，太大声。打到脸，路人都吓死。对呀，你还记得吗？他前面两家都有一个英文，然后都有 C 哦。这个是 curry， 对，它有咖喱味，有咖喱味，可以耶，很好吃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爱龙，好，我们要去吃什么呢？371号咖啡馆，它离庙口很近，所以我们得走。别松手，吃到什么？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那家。你们到底在麻塞麻塞什么啦？选自己想吃、真想喝的。好，等一下，干嘛？你们为什么要来这间？完全不接受，完全不接受。是371号的原因，是因为这个老板的爷爷，他的船的名称叫371号。传承下来的，因为他爷爷是船东。对，而且这个地方啊，以前是船员他们开会的地方，办公室的意思。对，他把它改造成。一家店的 ，Oh my god！ 所以我们现在来吃是水手的意思。他们在 IG 就是会这样发哎，是不是？他们有一个小秘诀。各位水手，我们今天公休哦，船长公休哦。他们那个老板那么熟男，看不出来会讲脏话。
对，它这个咖啡店就有很多就是他们以前传的元素，然后有很多老件，还有百年的灯，还有百年的匾额，商行，对对对，对，江一楼，清朝的时候就有了，没错，光绪二十年的时候，真的就是保存好好。我刚刚仔细听老板说，我刚上了一课呢。对，我们刚刚很认真听故事，对，想跟大家分享，很酷。那嘉宾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你最爱哪一个？最爱抹茶的这一个，这边还有一坨，就是是红豆泥。哦，红豆泥。Oh shit！ 啊，我这样子敢煎成煎下去，我吃了。我跟你讲，一秒到京都。怎么样？想要去京都吗？吃这个就对了。它那个抹茶的甜跟苦韵味 balance 的超好，很好吃。就是喜欢有点带苦的抹茶的人，真的会甜，快非常好吃。对，真的很 creamy， 还在讲 creamy， 蛮 creamy 的。巧克力樱桃，对，樱桃在中间。Oh my god！ 哇哦！我们遇到的单子，哦，想到 Cody。果粒在里面的那种，它不是假樱桃哎。OK， 你们吃到现在，你们发觉就是他们的蛋糕都甜而不腻，对，真的，而且吊打全台的甜点。庙口吃完大鱼大肉就来这一家，这个就是蓝莓口味。哦、你跟它的破，你看那破面是不是像欧洲建筑啊？什么破面啊？别溜色，这是窗户了吧？它的蛋糕的剪法，那个蓝莓有带一点点酸，完全的带起来，而且很有层次。对啊，这是真的 creamy。我觉得他们好会融合食材哦、喔，对，就你不会觉得哎、欸，好像吃水果跟吃千层是分开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水手。哦，他们都觉得很感动。他们是船长啊。对，因为他们是三代传承。有没有看到这个破面超美？很大口，很大口。哇，恋爱恋爱恋爱了，来来来，哎，很厉害哎，里面都是整颗草莓，不你这是随便一挖就一整颗，真的，而且它前面的这个酱是有点像优格的感觉，越吃越饿，我才一分饱，太扯了吧，不要讲，还有一个还有一个。好好吃哦，我一个人可以吃到十个哎，全甜全甜的。很适合哪一种人？而且好像介于土凤梨跟冬瓜香的之间，嗯，好像都有加的感觉，已经在土了啦，我都可以亲了，媚感都出来了，那媚感那个魂都出来了，啊、很漂亮哎，我是樱桃小嘴啊，怎么样？没有，我这样说的，我好怕我老板的爸爸看到，毕竟他是长辈，好好吃哦、喔，好不感情啊，我很深，是有伸舌头。好啦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前往下一家了，要介绍一下信，对不对？哦、吃台湾小吃奇鱼面线跟奇鱼汤，在信四路。Let's go！